干嘛？没事，不，没有。你为什么告诉我你是那个豹纹的嘛？啊，有豹纹的。有啊，你说我问你是不是那个豹纹的，你说是啊，豹纹。我没说啊。你说了刚刚，我聊天记录被我删了。哪有啊？没说啊。你是小孩子吗？为什么讲话有点？没有啊，我没说。为什么是这样子？我真没说。哈哈。你在干嘛？直播。你这个为什么要戴个帽子吗？因为我没洗头。好吧，你把帽子拿下来可以给我看看吗？等我回，等我没人的时候给你看。现在可以给我看看吗？现在没洗头，大街上这么多人。大街上这么多人，等下没人的时候。你好白哦。啊？我好白是什么意思啊？就皮肤很白，对吧？对啊。我估计他是个小，我感觉你是个小学生呀。不是啊，不是，我说话有点那个，就是口齿不清。不是。啊、嗯。不是鼻炎。鼻炎啥意思？就是鼻子坏了。什么呀？就是有点堵塞，因为我在矫正牙齿，然后。你在矫正牙齿？啊，然后就是。小学生都叫矫正牙齿的。小学生都叫矫正牙齿的。什么啊？你在干嘛？你在读啊？啊，你问了我第二遍了，你是不是紧张？我还以为你在拍照。你不穿衣服为什么要直播啊？那我每天都直播的，直播是我的日常啊。就我喜欢跟他们聊天，就是他们也主要有。哎，我发现你皮肤好好，好嫩啊。怎么了？豹纹。这个就是你刚认错了。哪有，我有那么矮吗？那个红头发那个。那它的头发蛮好看。啊，它那个颜色好看啊。这是粉色，不是红色。哦，我认不清楚嘛，我以为就是红色嘛。这个颜色很难染的。哦。我要叫你什么？你干嘛要搞？干嘛要搞喵呀？我是蛋黄。什么？我叫蛋黄。蛋黄啊。蛋黄，你有病吧？我操，什么名字啊？叫蛋黄，蛋黄，哎呦，笑死我了！我记得我他妈蛋黄，蛋黄，鸡蛋里面那个蛋黄吗？对，因为我朋友给我起的外号，因为我经常吃东西喜欢吃咸蛋黄，他叫蛋黄，里面有蛋黄，然后月饼里面有蛋黄，然后粽子有蛋黄。然后我闺蜜叫你是不是嚼了一个口香糖？你要吃吗？我怕你说着说着把口香糖给咽下去。我好，哎呦，他真的，我好怕他吃着吃着口香糖咽下去了。你要不要？啊？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哎，前面是西湖吗？对的。你要去逛逛？反正我们喝的还没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跟那是傻模傻模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？干什么？小拳拳捶你胸口。小拳拳捶你胸口。我的妈！我想捶死他！我操！那么高一个，一拳一个阴间怪。你这样穿的是不是有点挤啊？这衣服啊，什么有点挤，就有点不自在。没有，很舒服啊。你摸。我说那个扣子把你扣上去之后，你摸一下这个布料，超舒服。看，它有弹性。哦。超舒服。如果你跳下的话，这衣服会什么样的效果啊？啊？如果你跳下，这衣服是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？嗯。这样。哦。懂了。感觉很舒服。哦，是挺舒服的。但是它是长袖，但是很舒服。嗯我去看好的。嗯，我等一下那个奶茶叫他先摇一下再喝。很不错，这个。
哎，我在这，我在这啊！我们不捏成碎片了。他看不见我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多笨啊！我他妈这么大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他走出去找我，我真的服了呀！这个是那个要给我刷钱的那个水友吗？这是刚刚那个要给我刷字。还有十几个。还有十几个，那坐一下吧。啊。哎。啊。这个头发我看是什么，看头发发质好不好？好干，我头发好干。很干吗？很毛。哦哦。我操！谢大哥续费七个月的公爵啊，谢谢。又一个月公爵，你是要给我刷长保头吗？感谢续费，是不是那个找我聊天的那个水友吗？是不是嘛？喂，注意你的。你为什么要晚点刷嘛？你续费就刷出来嘛，对不对嘛？对不对嘛，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嘛？续费都续费了，就刷出来。刷多少随意。好兄弟。你是真的好兄弟。看到什么好兄弟？好，他是，哈哈哈，他是个傻子，你看什么呀？他是个傻子。要你嘴里的。我要变态。臭流氓。变态。变态，臭流氓！他老是捶我干什么嘛？谢谢小小小五哥的一张宝图，感谢宝图，谢谢宝图啊！这个兄弟可能以后要来我们公会直播，大家可以点个订阅啊，咱们自己人可以订阅安排一下。OK， 听懂，听懂点订阅。那个这时候我们公会好像要来新的一个主播吧，啊，这样你来的话你就随礼随一下吧，随一下随一下礼吧。前面还有十几杯啊，你买完的时候是不是想去西湖逛一下？想啊。想吗？随便啊，听你的。你真的像个傻子。不想跟你说话了，生气了。人多嘛，人多肯定的呀。他们有点外卖的多。你看得清楚弹幕吗？看不清，我直播了一直看不见。那你凑近点看看吧。看得见吗？好兄弟，他只会看到三个字叫做好兄弟，没有看不见了。我就看不懂这个。你再看看嘛。好兄弟，哈哈哈。他真的是个傻子。好兄弟。怎么这么多人叫你好兄弟？
你是他们的好兄弟。我是他们的好兄弟，为什么？这妹子看起来确实不是很聪明的样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呀？你快说。啊？什么好兄弟？就是你看起来像个傻子。嗯，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喜茶每次都有这么多人。你是没有喝过喜茶吗？我就喝过一次啊。我喝过一次，还是从黄牛那边买的。这样子吗？啊，就再也没喝。为什么？哎，你的那个，你为什么喝个喜茶要去黄牛那里买啊？啊？啊？不是，喜茶刚出来的时候。啊。就叫排队。对，然后我一想，这么多人排队，这么好喝。然后我就从那个黄牛那边买了一杯，50块钱。50块钱。啊，然后发现一点都不好喝。什么家庭条件喝50块钱啊？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？你这是什么包啊？这一点都不好喝。这什么包啊？这是？为什么这么多铆钉啊？又来惩罚你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专门用来。你多高啊？你多高？175。175啊？吃什么长大的？长那么高？吃蛋花。吃蛋花长大的。这什么牌子吗？这专门惩罚你的。你说嘛，好好说嘛。FENDL 是什么牌子？芬迪啊。FENDI 是什么牌子啊？芬迪啊。可以吗？看起来，看看手，看看手，看问一下，这妹子可以吧？打个分吧。这个包要10几万，哎，这个包他妈要10几万，这个包要十，现在才1016，我的天哪，醉了，自己买的吗？对啊，很便宜的。多少钱？卖给你，我转给你吧，你卖给我吧。啊，拿走。真的吗？啊，拿走了。啊，我走了。走吧。真的，真走了啊。走吧。我真的走了。拜拜。我那个支付宝转给你啊，我微信转给你，没有你支付宝。走了啊。走了。拜拜。走了呀。100块钱的直播都听到了吧？那这他妈，那他妈不走，他妈傻子嘛！包现在是我的嘞，这个二手包值多少钱啊？这个包里面应该还有一些名贵的物品，我们是不是得还给他们？还是这个里面都是我的？血钻是吧？这包里面好像没什么东西嘛，假包，那他给我的话那就是，但感觉不像个假包。你看你走的位置怎么样？啊？他们说这是假包，叫我拿回来还给你。啊？这100块钱都没了。我真他妈怀疑你是哪个理发店里面上班的呀，你怎么会搞得住？我是托尼黄。哎，你那个门 Hello, 大家好，那个开了没拉，关一下。没关，我提醒他一下。裂开了那个。拉上了吗？
请坐。对，感觉好像没事一样。我好多闺蜜都说我这条裤子像那个托尼老师，笑死。你的腿能伸多长啊吧？看吧。你的腿太长了，我懒得比。你试一下，你能伸到那里吗？伸不了。你试一下嘛。哪有你的腿长？哦。啊，蹲一下太累了，站着。坐这，坐这。啊？起来。不是我蹲着舒服。你坐着可吧，人家都看你。前面刚刚还有几杯啊？你刚问的时候还有十几杯啊？现在几号了？我看一下。517。517，我们几号？1021。1021吗？准备中。你这个什么呢？我看一下。1022。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1022已经写上面了。等一下吧，我在外面。